我的频道最近推出了多个挂机网站项目，这些网站项目的原理不尽相同，有的是通过共享闲置带宽进行挂机操作，有的是通过出售你电脑的闲置计算能力挖矿。很多朋友观看完这些项目之后，纷纷要求我推出更多类似的项目。本期视频将为大家介绍这个项目，名称为 CryptoTab Browser。与之前分享的项目不同的是，本期项目只需你通过使用浏览器上网，就能帮你挂机，实现获取收入。大家好，我是 Roderick，我的频道专注于海外网站方式的分享，订阅 get 更多海外网站技巧。在进行接下来的讲解之前，我们首先看一下 Foxy Rating 对这个网站的评价。可以看到，这个网站支持比特币进行收款，老外在这个地方已经贴出了自己的收款记录，并且他们的评价非常的正面和积极，very legit site，完全真实合法的网站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网站，直接点击这个按钮下载相应的网站浏览器。这个地方它会需要你同意使用条款，我们直接点击 cancel 取消。浏览器安装包非常小，只有2兆不到，我已经下载完成，下面点击安装。可以看到，刚刚这个上面显示的是这个浏览器其实是一个挖矿浏览器。好，现在已经进入安装界面，可以看出这个安装界面和常用的谷歌浏览器的界面非常相似。个人认为，这个浏览器其实是基于谷歌的 Chrome 浏览器制作的。安装过程会需要联网下载资源，利用这个时间，我们进入FAQ 常见问题部分，我们直接看到大家最为关心的 payment information 支付信息。第一句话，Do you really send bitcoins to your customers？你们真的会向客户支付比特币吗？毫无疑问，这个平台会做出相应的支付，并且他们在这个方面是完全透明的。再来看到收款方式部分，这句话询问到，只能以比特币收款，还是任何其他形式的加密货币都可以。就现在而言，这个平台仅仅支持以比特币形式支付给你。好，如果你还没有比特币的钱包，那么是无法进行收款的。这个板块介绍了如何创建一个比特币的钱包。下面介绍了如何收取比特币。这个地方介绍了最小收款额度，为大家简要提一下。你需要至少达到0.00001比特币才能进行收款。给大家强调一下，0.00001比特币就可以进行收款。可以看出这个数字其实并不大，相对而言，这个项目的收款要求非常低。好，看到后面一个问题。多长时间会处理我的收款请求？这个平台在处理收款请求的时候是手动的模式，一天处理2次。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已经安装完毕，我们点击关闭，下面打开这个挖矿浏览器，可以看到挖矿浏览器的整个界面与谷歌浏览器几乎是完全一样的，那么大家上手起来应该不会很困难。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过程的指导，点击这个图标来打开一个挖矿的界面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因为我的屏幕录制的这个范围有限，这个图标没有显示出来。不过没有关系，这个地方我点击出来为大家显示。点击图标之后，会打开一个新的页面。如果你点击 Tutorial，它会为你提供一个教程。我们点击，好，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展示的是你现在的比特币收入。那么大概每10分钟会更新一次。好，我们看到下一条提示，这个地方可以调节你的挖矿速度。当然，你可以完全将这个挖矿进程关闭掉，在此处登录收取你的比特币。好，可以看到现在我的这个挖矿的能力现在是调到最大的一个状态。那么这个地方大家可以自由进行设置，甚至可以关闭。
如果你选择关闭，那么这个地方会有红色的提示。好，我们把它拉到最大。现在我的挖矿进程已经开始，一段时间之后呢，这个位置会进行更新。时间的关系，就不为大家展示后续的过程了。我们直接看到收款部分。当你的这个收入达到了最小收款额度之后，点击 Withdraw Bitcoin 即可进行收款。既然这个是一个挖矿浏览器，那么它的好处就在于，大家在使用这个浏览器上网的时候，挖矿进程也在继续。也就是说，你使用浏览器上网的同时，也可以为你带来收入。好，比方说，我用这个浏览器现在访问 Foxy Rating 这个评级网站。好，现在这个网站已经打开了。那么我们再回到刚刚这个 Crypto Tab 这个页面，挖矿进程也在继续。本期视频就为大家录制到这个地方。如果大家对这个方法有任何疑问，可以在评论区中询问。网赚方法开发不易，点赞、评论、分享支持我的创作。非常感谢大家对本期视频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